大家好，我是阿花。看到今天阵容强大，事关我已经搬了新居了、yeah! 所以以上这一集产品都有一些家品、家私、家具等等等等等等的。不过由于我搬了新居的关系，有些东西我都没搞定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有 set 灯去拍这条片了，都是用自然的太阳光，但是太阳就这边晒来了，所以大家就要忍受一下我这个鸳鸯面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。其实今次的图挺多东西的，有些东西都没入镜，我就擦了我面全。面前擦咗我面前呢一箱先。今次呢扎嘉宾咧，我都淘咗成差唔多2000-3000蚊人民币啊！发个胶啦，哎，我都系拱开呢扎嘢先，唔好入镜住啊，阻住我做嘢。呢样系我其中一样都几期待嘅东西嚟嘅，就系一支灯啦。噔噔，系一支企灯嚟嘅。咁我今次间屋咧都系主张呢个拣咗自然风啦。這個是一個兩腳的插頭來的，我有問過店主可不可以幫我換三腳，他就說不 OK， 那我爸爸自己換，不知換或者找人換。這個就將它連起來，就是那些一支腳的那些企燈，就有個燈泡的。這個就是第一樣的東西，是一支企燈來的。這個企燈的價錢是238元人民幣，那違法應該是300多元左右。我覺得哇，我估不到這個雲石板是這麼實在的，它真的可以剝死人的那些的。哇，這個挺多東西的，一盒裡面有很多細細的。這個是我本身平時做事啦，出去化妝幫人設頭的一些夾，一些髮夾梳啊，還有一些又是一些髮夾。這個是送的，應該最後還有一個噠噠，有個假人頭啊，不過我就看它啲發量好似極少啊，但係呢一盒就唔係今次呢條片嘅主菜，咁我就唔特別講太多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買一啲 set 頭嘅嘢，都可以自己撳入下邊條 link 去佢哋嘅網店度撳一撳啦。易碎品小心輕放，但係佢係超級輕嘅。我覺得呢個垃圾桶好靚喎，佢咧佢係磨砂面㗎，你睇下。我就咁睇相啦，我覺得個質感望落去都 OK 嘅，點知實物嚟到咧真係好靚嘅。依個我諗住擺我間房度啦，依個垃圾桶 OK， 我覺得唔錯唔錯。跟住又係一大箱嘅，又係會容易碎嘅嘢，咁到底呢個係咩嚟嘅咧？記唔記得我上一條片咧，未塗咗一個三盎嘅油鹽糖嘅盎仔嘅，咁我今次咧就翻兜再去呢間鋪頭度買咗啲嘢。冇事冇事冇事。如果大家去呢間 shop 買嘅時候咧，要留意翻，因為佢有啲嘢咧成日好隱藏，因為佢驚爛啊，咁佢就包得好隱藏下，咁大家跟住小心拆開嘅時候掉咗啦。擺喺廚房度用嘅，點用嘅咧？佢係咁樣嘅，擺落去，擺落去，擺落去，跟住咧呢一個底咧，佢有兩個窿窿嘅，就係用嚟擺筷子啊、叉嗰啲啦。洗完之後就咁樣劈落去啦，咁佢就會自己滴翻啲水落嚟，咁你定期就攞呢個倒一倒水啦，係咪好靚啊呢個？但我唔好中意到深深咯，話是話。如果係一個圓形或者個正方形或者三角形或者一個菱形，我覺得好啲啊，但係佢深深不過唔緊要啦。係呢個個質量係好嘅，同上次一樣都係望落去係靚嘅。咁但係至於佢會唔會擺多幾擺髮毛嗰啲咧，我就又就真係要用下先知啦。咁但係我係滿意嘅，所以我去翻兜買嘅呢間，呢個幾好啊！暫時我覺得好滿意啊，呢個又實用又靚。咧佢真係嗱，佢咧真係包到凸凸行嘅啲嘢，你哋小心掉咗啊！佢有啲又似垃圾，有啲又似不毛紙，有啲原來係入邊有嘢嘅，大家就望清楚啦。依間鋪頭叫做木上時光啊，咁所以佢買嘅嘢大部分都係啲木咩嚟嘅咧？佢係攞嚟擺電話嘅，就係咁啊。其實我本身咧就好少需要用到一嚿嘢嚟擺電話，但我覺得佢幾靚，咁啊攞嚟裝飾下咯。唔係呢個咧，其實係上次佢寄留咗俾我嘅，攞嚟擺上次嗰個油鹽糖噶，係冇咗呢個座咯上次，所以我就話今次我買嘢你可唔可以俾翻我啊？咁但係我廚房好似冇位擺呢嚿嘢，睇諗下點擺先，擺幾嚿壽司啊，即係出邊買啲壽司翻嚟擺翻嚟食。呢個都係廚房用具嚟嘅，攞嚟擺碟嘅咧。就係咁樣啦，跟住咧你就將呢度砌埋佢，非常之簡單啦嚇。咁樣擺啲碟，晾乾啲碟又好啦。我杯茶一定係索曬呢個發泡膠同埋塵。我諗大家都應該對佈置新居係有所期待㗎，而入邊我最期待嘅一環咧就係買碗碗碟碟啦。咁我第一 round 咧，我係選擇買一啲木嘅筷子啦。佢呢個木嘅筷子，佢上面仲有條帶啊。
佢有分白色同埋黑色嘅，咁我就買咗黑色，因為我覺得白色會洗兩洗食兩食咧，咁就變咗56色噶啦，好靚啊！好靚啊，好靚啊，好靚！咁就可以擺喺啱啱呢個兜上面啦，羹同埋木嘅叉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買嘅話咧，我會建議大家等到一陣先。如果佢真係發毛咧，我會放上 Instagram 話俾大家聽嘅，因為木嘅嘢咧，佢最容易就係會發毛嘛。Pick 就係呢個木碟，呢、這個大嘅，啱啱呢兩個細嘅，咁我就買咗一個大兩個細。呢箱入邊最後嘅一樣咧就係呢一個啦，呢、這個咧係一個番簡兜。是啦，攞嚟兜住個番簡嘅。哦，呢個係筷子嚟嘅，筷子同埋叉同埋羹啊，佢仲要每一個咧都有呢啲嘢包住。不過價錢平噶，一對咁嘅筷子要成30元，但係佢質量係非常之好。我就買咗兩對黑色成金色嘅筷子啦，跟住另外就買咗一支叉、一支羹同埋一支。攞嚟擦麵包嗰啲，即係佢真係用心的去包嘅呢件事。但係俾我戒爛咗啦嘢，哎呀好靚啊，同我睇相一樣咁靚啊！其實我本身係睇中咗黑色成金色先嘅，喺另一間鋪頭，但係唔知點解佢好遲都唔出貨。咁呢一 round 咧係我淘家品嘅第一 round 嚟嘅，所以咧我就唔等啦。佢其實寄咗噶啦，終於都俾我三推四請之後，終於寄出。哎呀好靚啊，隻金刀超靚啊，質量超好。呢把刀其實我諗應該都切到嘢嘅。唔知道，但系我買佢咧係諗住攞嚟擦下麵包咯，超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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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開心買咗呢個，期待佢黑色個版本嚟到。呢個我琴日已經偷偷的開咗，因為我需要用。佢係一個衣架，呢個衣架咧係一個金色成玫瑰金顏色嘅一個衣架，佢有好多色噶，有銀色啦、土豪金啦，我唔記得啦，有5隻色定4隻色揀嘅，咁我就揀咗呢個，咁我就買咗10隻，輕嘅噃。唔係好重嘅啫噃，另外我買咗40隻呢一款木嘅衣架，有啲木嘅衣架好重噶嘛，咁運費都幾金，咁呢個佢唔算太重 ，OK 嘅。呢個衣架咧，佢側邊都有呢個嘢啦，咁我哋成日買 H&M 嗰啲咧就可以咁樣勾住，側邊就有呢一個勾勾嘅，咁甚至大家可以攞嚟勾其他嘢添，同埋佢可以攞嚟咁樣攝褲，呢個就唔得啦。咦，我哎呀我戒刀咧，徒手打開佢先。呢個係我其中一樣期待的東西，其實我樣樣都期待，是一塊大毛氈，不是地氈嚟嘅。大家見到我張梳化係唔係白色啦，跟住窗簾布又係唔係白色，咁我就揀咗一個黃色同埋藍色嘅一個梳化巾去點綴一下嘅，就係咁樣鋪喺度啦。同埋有時攤喺度嗰陣可以攞嚟摟一摟啊嘛，冇咁凍。佢呢個質地都好厚，唔會薄黐黐噶。我揀過的其實淘寶上面有很多的，那我就揀了這個 pattern 啦。這個都是一個燈嚟嘅，從啱啱買嗰個超市咯。哇！但係太大盤了吧？比我想象中大喎，好大喎！這個是一個吊燈咯，吊上去個天花板咧，唔係，但係其實吊上應該唔係好大。這個我諗暫時都未有咁快砌到啊，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呢、這個。淘寶的圖啦，咁佢係吊燈嚟噶嘛，咁所以咧佢有一條吊嘅繩嘅，而佢上面呢個位置都係木噶，佢入邊都有一個燈泡包埋嘅。咁呢個我就唔搞佢住啦，因為呢樣嘢我就處理不到。哦，呢個係晾衫架嚟，一座好大座嘅晾衫架，因為咧依度出邊咧有個露台嘅，咁我就可以擺呢個晾衫架喺露台出邊咧晾衫啦。因為很多咧都係就咁一個架，即係大家可能喺呢個宜家私度見到嗰只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邊只啦？咁就即係一個架咁啦，一個架咁啦，我唔知點講，即係就咁一個架，然之後幾條嘢咁啦。大家可以咁樣，哇，咁樣變，咦？啊喺依度，死我，以為冇中間添。係啦，咁就依個可以變到咁大嘅，有時可以成張被咁晾啦。咁同埋可以一次過晾好多衫啊！呢啲我好懶噶嘛，成日咧都想一次過洗好多衫。係啊，其中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咁樣能伸啊。如果我有時可能想出露台度唔知做咩嘅話咧，唔想佢咁阻定咧，我就可以咁樣折翻埋佢擺埋一邊就 OK 啦。呢一個咧係一個窗簾嚟嘅，
佢買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有兩款揀嘅，一款咧就是我呢個啦，就咁一塊一個麻質布嘅窗簾，另一個咧就係白底嘅，嗰個白底咧就係用嚟增加呢個遮光嘅程度嘅。咁但係因為我本身唔係攞嚟遮窗噶嘛，我本身係攞嚟遮住個櫃嘅啫嘛，價錢又平少少，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個咯。咁呢個都係要裝噶。所有箱已經開曬啦，但其實我昨晚已經開咗兩個箱噶啦，就係我面前大家睇唔到嘅一個茶几，係啦，咁咧佢就一個比較淺色嘅木嘅茶几啦，不過比我想象中大咗少少。我揀佢嘅原因咧，就是、因為覺得佢比較簡約啦，但係佢比我想象中係大咗少少嘅呢個 size。咁如果佢可以細翻三四寸咧，咁我就覺得更加好，因為我屋企本身唔係好大。暫時嚟講，佢台個質地我都覺得 OK 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你就會見到一個比較大少少嘅台啦，佢係一張吧台嚟嘅。佢嘅價錢係超平，只需要200蚊，因為我揀咗好耐都未揀到一張啱心水嘅飯台，但我自己諗住張飯台咧就可以用嚟擺埋電腦嘅，所以我就想揀一張高少少嘅吧台啦，但係揀嘅都揀唔到，咁我就見呢張平平地，就佢真係唔係好靚，佢質地都唔好啊。等我見到張啱心水嘅時候咧，我先再買依張頂住先啦。但係其實我已經買咗張台布翻嚟。鋪一鋪佢，等佢望落靚少少啦。不過咧，佢運落嚟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撞崩咗。咁佢呢個位咧就撞凹咗啦，令到成個台腳咧都係歪咗噶。仲有兩隻嘅拖鞋，我已經開咗嚟著噶啦。琴日我著咗一晚啦，話黐曬污糟嘢。我著咗一晚，我覺得都舒服嘅。咁著落去個質地咧都 OK 嘅，唔會拮腳，唔會話好唔舒服。佢有男裝、女裝、細中、大碼揀噶，揀咗清新少少嘅風格啦，唔好太複雜。另外好多朋友仔咧都會問我到底用邊一間集運呢，其實我本身咧係用開淘寶本身入邊嘅官方嘅，但係淘寶嘅官方集運咧係好多嘢都唔肯運落嚟噶，包括係之前試過網狀雙眼皮貼都唔肯運落嚟啦，佢呢啲刀刀叉叉咧唔肯運落嚟啊，跟住啱啱嗰啲髮型嘅用品咧佢都有啲唔俾，咁我就揾咗另一間啦，首先問一問佢肯唔肯收先啦，佢叫做正典集運，佢咧就可以收刀叉嘅，咁我就一次過將我所有嘅貨品咧放曬落去呢個正典集運度運落嚟啦，咁我今次其實我都算運咗好多嘢，但係佢嘅價錢我覺得唔貴，維翻800蚊港紙到。咁但係我係有兩張台，我係有咁多嘢加兩張家私都係800蚊，所以我覺得嗰個價錢係超抵噶。再佢嘅步驟都唔繁複，好簡單。佢就係比淘寶入邊官方集運嘅步驟多一個，就係要登記翻你自己買咗啲乜，要俾翻個 number 佢。我之前試過淘家私咧，佢係唔可以集運，因為太大件啦。佢係要另外特登去運嗰一樣嘢落嚟，變咗成樣嘢咧成本係好貴嘅。我不肯定哪一些家私它是不可以集運，一定要直接運下來，但是我今次這張桌子、這張茶几、這些燈它全部都可以一次過集運，一次過寄給我送到我家門口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試試這間正點集運的，條link我都會放在下面給大家啦。我今次第一 round 的家品淘寶開箱就是這麼多了，希望大家都會喜歡，可能今次這條片質素會有些差啦，光線不是那麼好，但希望大家都多多包容，因為我真的未搞定我的屋，喜歡的話記得給個 like 我，有什麼說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。